谁能想到自从荷叶性别由男变女，全世界都变成夹子音了。从前谭爷爷喊小叶子中气十足，荷叶，然而现在却是这样喊荷叶妹妹。荷叶过来，在我在出差两天，你们两姐妹有没有喊成吃竹子？哦，荷叶是妹妹哦，以后就不能喊你了。这嗓子家的叶子听了满脑袋问号，爷爷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更搞笑的是姨姨们的态度转变，想叫荷叶妹妹，但不知怎么就是很难开口。荷叶妹妹，真的很想叫。哎，我好自己都想笑。哎，干脆还是喊一天弟弟算了。你看吧，还要喊妹妹，要习惯。要习惯哇！哎呀，我习惯不到的嘛。怪只能怪这妹妹实在太牛高马大，而基地比粉丝先一步接受这个事实，第一时间悄悄更换了叶子的名牌，不仅将性别改为了雌性。甚至连夜删除了女明星吃蛤蟆的经历，就连原先黑不溜秋的照片也进行了美白。以前的介绍是憨憨，现在却是淘气活泼，只能说荷叶以前做的事情太挂了，毕竟谁家妙龄少女会抓蛤蟆玩呢？曾经以为这小子调皮捣蛋，甚至还觉得他有一丝勇敢胆大，可如今戴上一层女熊滤镜后，姨姨们眼中的小叶子成了实打实的颠婆。还有粉丝开玩笑说，正因为荷叶吃了青蛙，才一夜之间从王子变成小公主。如今晋升为女明星后，荷叶也开始注重形象管理，就连干饭都变得温柔适时，莫不是忘记了以前的她毫无偶像包袱，拉巴巴都要站在高空被两脚兽全场围观。要知道呱里呱气的小叶子体格健硕，打小就是韭菜花叶的爬树担当，花花还没抬腿，荷叶就恨不得一溜烟爬上了树顶，谁家的女熊像个泼猴。并且荷叶闲来无事就要挑衅姐姐，动不动就对着花花来一段舞狮，可对方压根不爱理会，毕竟花宝鸡只是战五渣还没颠到这个地步。顿感无聊的瓜妹只好纠缠花花，对方只是在小角落拉巴巴，小叶子也要趴在姐姐身上强势偷窥。对瓜甜甜来说，姐姐可是按摩椅，这么大的场地她哪也不去，非得坐姐姐身上贴贴耍起无赖。叶甜甜还熊熊碎碎逮着机会就要吓唬熊，当对方安静干饭时，荷叶一记猪猪猛冲扑上，吓得花花发出重重抖动，并且荷叶还喜欢聊友客，对粉丝的任何要求都是有求必应，甚至还主动献上飞吻。这一吻令他彻底成了万千少女的心上熊，还有着熊界黄宗泽的绰号。只是现在看来，总感觉哪里有点怪怪的，难怪粉丝们迟迟不想夹子音叫荷叶妹妹，实际上还是不敢承认瓜弟变瓜妹的现实。直到看见江爷爷深夜陪伴福宝，才明白这三年来他付出了多少爱意。即便到了下班时间，江爷爷还是不愿回家，离别在即，他想再陪孙女久一点。爷爷哽咽着告诉福宝要回国的消息。爸，你看到那里上面就是你稍微出去回国呀，那个是上一次多少钱？来不及了吧，你上哪去？为了多看几眼宝贝孙女，江爷爷还专门打开了灯。那边的福利中心是你的啊，刚好我去了。他珍惜着爷孙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毕竟不久后看一眼孙女的脸都是奢望。如今福珠珠开始为回国做准备，这周他正式搬到妈妈和妹妹的301房间，而爱宝则去往了大女儿的201房间，一是方便爱女士和双胞胎出外场，因为福宝要上半天班并且三月将停止展出，二是让小家伙在最后的两个月熟悉妈妈的气味。爷爷和福宝在这里度过在韩的最后时光，陪着孙女完成隔离检疫工作。事无巨细的江爷爷生怕宝贝不习惯，特意将猪猪最爱的小床搬来了，并向孙女解释着最近的种种变化。福宝让看到他哄我呀，马上就哭，你现在要不要去给我哄一个？他故作轻松的口吻下却藏着落寞不舍。而江爷爷如今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福宝，他尽可能留下有关宝贝的独家回忆，就连宝家族的熊猫频道也几乎全是孙女。福宝最近迷恋上自己的树上小别墅，总喜欢打包大把竹子上去干饭，爷爷每每看到都要疯狂输出彩虹屁。福宝我真的没走没走啊，마음에들어哟，福宝我멋지게나무위로올라왔어요。即便福珠珠已经200多斤，但江爷爷依旧担心大孙女吃不饱，经常来投喂加餐停不下来。此时福宝手里还拿着胡萝卜大块朵，老姜还硬塞窝窝头到孙女手中，只能说有一种饿是爷爷觉得你吃不饱。然而江爷爷临走之前还不忘宠溺地摸一下孙女的大脑壳，福宝则乖乖地仰起头回味刚才和爷爷的近距离接触。福宝不明白自己即将离开，但他同样深爱着将自己带大的爷爷。当坐在树上的小福看到爷爷抱着竹子前来的时候，他立马匆匆下树，却还是迟了一秒。福宝肉眼可见的伤心，压根不舍得对方离开，平时吃饭时他也要盯着爷爷看，充满爱意的小眼神，就连江爷爷都不好意思了。余下的两个月是爷孙俩最后的时光，相信江爷爷定能给福宝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。大熊猫卖惨哪家强，论坑爹高手当属影帝凌言。他又要去玩冰去了，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凌言？
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？我真服了。忙着整活接客的胖岩最近开辟卖惨之路，然而奶爸却成最大受害者。寒冬腊月天，胖岩一屁股坐在水池里，眼看游客们举起手机疯狂拍摄，这小子内心 OS 还不够惨，于是加大火力拿起大冰块往嘴里塞。可怜的灵岩食不果腹瘦的只剩300斤了。目睹全过程的奶爸已经想到第二天被网暴的场景，但这已经不是这小子第一次卖惨。先前他还叼着冰块坐滑梯上演戏，坐雪地卖惨吃狗尾巴草的场景更是令两脚兽心疼不已。戏精小熊甚至还抓着枯草大快朵颐，只能说灵岩绝对有进军好莱坞拍电影的潜力。另一位显眼包振生作为胖岩的同班同学，在卖惨方面也是当仁不让。吃冰卖惨的他是想让奶爸奶妈四网上吗？如果说灵岩振生单纯为了整人，那祈福一定是别有用心，为了多喝一口盆盆奶，他有事没事就带着孩子在笼子里磕头卖惨。入戏太深的祈福眼神动作都十分到位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掉小珍珠了，心想看在孩子的份上给点吃的吧，奈何帮手不给力，演到一半熊孩子钻到妈妈怀里找奶喝，气得大阿福扭头走熊。不过熊猫圈的卖惨鼻祖绝对是秦月，他的装瘸技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只见人家艰难地拖着两条腿前行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信这一切都是假的。结果秦韵下一秒就瞬间痊愈，他在得逞之后还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还有小奇迹最近迷恋上吃草，旅外多年归国吃不饱饭，这一定是第二天的头条新闻。兢兢业业照顾国宝的饲养员十分无奈，尤其是将窝窝头投喂到小奇迹嘴里的王奶爸，这下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而堂堂西直门三太子孟来也过上了吃草的悲惨熊生，北洞的铁窗生活太过艰苦，连大明星都得靠吃树根度日了，很难不让人怀疑趁机越狱才是他的真实目的。毕竟这小子可是有案底在的小熊。孟儿的二哥也在卖惨方面颇有心得，只见他手握青草大快朵颐，实则嘴里没吃进去一点，只可惜被两脚兽拆穿后气得一屁股走熊。内心 OS 看破不说破，这点礼貌都不懂啊，卖惨都被熊猫演绎得炉火纯青。滚滚们的下一步计划不会是拍电影，